新亚视，唔少演艺界嘅红人都系由呢一个电视台制造出嚟噶。香港电视界一姐汪明荃就系出身于1967年嘅丽的电视第一期训练班，成绩优异，未毕业已经担当主持拍剧。喺丽的嗰3年里咧，的确系我一个好宝贵嘅一个即系一个基础嚟嘅。而黄淑仪就曾经就读第二期训练班。同属三大亚姐嘅李思琪，亦都系70年代初曾经效力丽的。仲有丽的合约歌星叶德娴，曾经客串演出剧集。出身无线嘅 Ben 仕雄都跳槽过丽的一段时期。你仲有一沓香烟素片喺我度。连大侠秋官亦都化身诸葛亮，展现风流倜傥嘅一面。不过丽的同亚视亦都捧出自己嘅当家小生花旦，好似被认为气质独特嘅马敏仪，文静贤淑嘅李影。提到首席当家花旦，就系由街市过档嘅米雪，佢嘅产量十分丰富。做官系点啊？我唔稀罕啦。如果要我同一个冇感情嘅人成亲，你个点对佢成世？米雪古装造型娇俏，拍戏以古装居多，而且拍档往往系佢。阿姐已经应承翻你婚事。边个话嫁俾你噶？你咯。哎呀，仲未过嚟噶系咪啊？当年无线嘅荧幕情侣好多，亚视偏少，可以成功制造一对的确难得。今日贵为宇宙最强嘅甄子丹，当年喺亚视已经大 show 强劲身手，以一敌四十。我话俾你知，做乜人唔系当男人？仲有今日隻手可以嘅張家輝，做起老媽啦！四個表情俾我睇曬。你考我啊？佢監製老媽。啊！莫可能喜怒哀樂啊！武俠巨星我都仲得啊！家輝話：當年喺亞視拍劇相當泄氣。喺亞視嗰個年代，我係好心理唔平衡嘅一樣嘢，就係我努力，我好奮身去瘋狂為我工作，但係即係時間耐咗咧，都慢慢冇辦法，你呃自己都呃唔到個事實係冇人睇。咁樣行到埋。佢喺電視熒光幕嘅首次都係喺麗的電視出現，參加新秀歌唱比賽嘅前2年，梅艷芳已經同姐姐一齊做特約演員，喺呢一出《人在江湖》入面做武小姐。你攞話你咁新啊？如果係指住你個名咩？似應啦嚇！再講啊，信唔信我打你啦？我喐咩手啊？仲有佢，留意後面嗰位就係星爺啦。參參與公主，願公主千歲千歲千千歲。平身謝公主。當年飾演琴師得3句對白，正中行行企企。星爺後嚟先至入無線藝員訓練班，大放光芒。好，就你彈一次俾我聽。哇！好精彩，好精彩啊！好精彩。其實亞視的而且確是捧紅過不少紅星的，即係不如問一問米雪姐先，即係因為我哋見到咁多本雜誌喎，封面都係你啦，即係你最有資格答嘅。你覺得喺亞視入邊走紅嘅話，要具備啲咩條件，同埋佢哋點捧一個藝人出嚟？嗱，其實咧先要讚一讚啲藝員同事，台前幕後個個都好齊心合力，真係試過24小時不停喺度拍拍拍拍拍，咁呢個係真係要充滿精力，要養好個精神，仲要咧拍極都冇眼吐喎。係咯，點啫？仲生啲嘛？後生啊！佢即係個個都睇下呢啲冚品都係24小時冇瞓覺咁繼續喺度不停喺度拍嘅，咁即係咁又要打得啦，又要講得啦，又要跳得啦嚇。但係其實如果要紅，唔係亞洲電視、麗的電視啊，所有電視台都係咁㗎啦。係嘛？所以係要捱嘅，你紅就係要咁噶啦。電視製作就係就係咁啦，所以好多人都頂唔順，後期都逃走曬，走出去電影圈啊！但係真係好似個片段家輝講過就係話，係啊，好努力，好努力，但係去到一個位泄氣就係話，其實唔係真係咁多人睇喎，好似付出同個收穫就真係有一段好大距離。呢個你哋有咩？會唔會都係咁樣覺得？都唔係啊，好多人睇我啊，都好多人識啊，係啊，好多監製睇你咯，觀眾都有。可能嗰陣冇機會做兒童節目咧嚇，1年365日300日都喺度播，咁啊終於都係有人睇嘅，咁所以我見姐姐個名咧都有人知道下咁樣咯。一定有啊！賢哥哥咧，賢哥哥，因為嗰陣時都你都拍咗好耐嘅節目啊，跟住然之後去到中環四海先有人係嗌得出你嘅名咁樣。冇辦法呢樣嘢，我哋真係完全唔知點解嘅，因為我哋最好奇嘅時候咧，即係熒幕裏邊真係成日見到我哋，但係咧出街嘅時候咧，嗰啲人淨係見到你個樣，佢就硬係佢都認得你。
第一時間嘅時候咧，佢又唔知道你係邊度嚟嘅，咁啊通常都講住咧電視電視，我成日都覺得好煩，咁咩電視啫？係咪你個電視嘢？身形好似個電視咁啊！電視機。跟住後來咧就開始好啲啦，就記得你係亞洲電視嘅，咁啊成日都叫你亞洲電視，我成日以為我有個 logo 喺個面口度嘅，係咁啊肥仔型咪肥仔真係肥肥都係後來㗎啦已經，咁啊之寶啊，直到咧就係即係做我就係呢個我來自潮州嘅時候咧，我來自潮州嗰陣時真係可能咧喺內地真係好受歡迎，咁啊當其時咧即係。令到脍炙人口咧，就喺內地已經開始有人認識我哋，即係已經認識過我哋啊！指住阿錦棠啊，唔係指住我歐錦棠啊，指住佢個名啊，起碼佢哋都就算唔記得我哋嘅名咧，都會記得。尤其是我個名，我叫朱潤啊嘛，套戲裏邊到而家咧，即係內地嘅人咧都仲係叫我最朱潤嘅，而家好奇怪。咁啊，但係咧香港都仲未識，但係咧就真係做完呢個中橫四海之後。好開心，真係即係承蒙各位觀眾厚愛，真係開始認得我，只係叫我就識。亞洲電視養到你肥肥白白。熒幕情侶，因為你嗱講真人數唔係咁多，變咗哇嚟嚟去去都係咁樣合作，啲熒幕情侶係咪就係咁樣即係產生出嚟？呢個情熒侶過啦，呢個熒侶過啦，同佢兩個拍過啦，真係但係冇緋聞喎，我哋冇緋聞過，唔興呢啲嘢。米雪姐同埋松哥就係第一代啊，呢個哇做出嚟嘅熒幕情侶。呢個係因為拍得多啦，咁又萬梓良啦，咁就同嚇我哋繼續。冇傳過緋聞，冇嘴過，嗰陣時傾係好遺憾係咪？好啦，咁呢個時候又睇下咧，哇！嗰陣時電視大戰都係好激烈啊！收視從來都係電視台爭奪嘅本錢，無線亞視節目對壘無數。婦女烹飪節目《你出你睇》，黎的以方太坐鎮，後來由主送升格轉為個人訪談節目。兒童節目《你有譚玉英咩飛》。